其实呢，我们罗志祥的歌迷都在我们导演的微博上呼唤求专场，所以呢，我们请来了很多的表演嘉宾，哎，都被他们拦在了马兰坡外。只有唯一的这一组，他们因为个子太小，钻进来了。这也是特别可爱的五位这个女孩，她们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面拿下了50多个街舞比赛的冠军，而且他们参与了非常多的巨星的演唱会，对，一起来表演，他们是共舞表演嘉宾。我们等一下可以问问他们。各位，我们和罗志祥一起来欣赏他们精彩的表演，掌声欢迎 Mini Girls。表情很棒哎。来，要不要介绍一下自己？一二三，开始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Mini Girl。好厉害！你们学舞学多久了？5年到6年。练好了。今天小朋友都很厉害，我们来展示一下他们苦练5到6年舞蹈啊，基本功都很猛。请问哪位小朋友会劈叉？全都会。来，3、2、1，劈叉。哎呦呦！这么小的小孩，那个腿是最软的，对，最软，而且斑马线就出来了。你看，哎呀，从这过马路，对不对？罗志祥，你不能劈，你能劈叉吗？我摸不到，我摸不到地板啊。OK， 好，可以起来了，可以起来了。谁会前软翻 ？OK， 好，品心跟佩珊来前软翻。哎呀，不会哈、啊，佩珊还要做完，佩珊，等一下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哎 ，OK， 我再一次小心哦。哇，谁会后软翻？OK， 好，来，小心哦，不要受伤哈。来，一些后软翻，哇，谁会胸滚？啊，我们绿杰来胸滚，看一下什么动作。哇，哇，谁要表演侧空翻？博飞来，哎呦。想要表演跌倒，好厉害哦！你们我就来跌倒了哈，好棒！你们跟大明星合作过对不对？跟谁合作过 ？SHE 跟郭富城。哦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我们跳一小段 SHE 的好不好？谢谢我们的 Mini Girls， 谢谢，特别好好上课啊。罗阿婶发话了，罗阿婶，这个太震惊了，他们真的有小朋友大人的那种感觉。不过我希望 Mini Girls 可以下一次排一个很可爱的小朋友的舞蹈。什么东西啊？这是大作战，好像是黑古拉留下的。我写的应该就是我打算抢夺礼物的计划吧。哎呀，别理了，快去帮忙派礼物吧。那么派礼物，那就快拿礼物吧，我也要。哇哦，这身真的是好漂亮。
最近期末了，祝大家考一个好成绩呀、啊！呦呦呦！太好了，祝你总是顺利的。黑古拉怎么捣乱？还是一起度过了开心的圣诞节？你们两个用力打工了，守护神们也感激你们两个的，哈哈！原来我没告诉你们，为了感谢你们帮主决定三守护神新年盛典。对了，我还要看蓬松的那个在哪里。下周新年盛典嗨起来 ，happy happy！ 万事肉啊，剧情猜测。哎，等一下是什么？那么等一会儿看。有奖竞猜，这一周虽然黑古拉中途捣乱，但众人还是度过了欢乐的圣诞节。下一周小奥比将参加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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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好了，选这个吧。那么好的，那么我们先回小岛吧，就是来说一下一些出的东西，好吧？啊，没事。啊，就是我要出一个头发，那个头发是哎，在哪在哪？哦，对，是这个公主浪漫长卷发，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头发，我这是打算出，那么自带价吧，得自带价。那么如果想要的话，就是来加我的这个奥比小甜甜，然后一横奥一九，如果打实在打不出来的话，就是37718-7419，这是那个多多号，来暂停看一下好了。把我新疆的卡就是让展示出来。好的，那么还有我还出一些东西啊，就是出一些房型，我这些全景什么都出的。那么我们找一个，这里的话就是我一个什么中心啊，我自取的名字，我们去一个地方来演那个，来给大家那个展示一下这些那个房型的样子，那个嘛，哎，这那么那个里面也去一下。哎，那么内景是这样子的，好吧，好像，对，还有一个外景，啊，好不，哇，漂亮，呵呵。那么这只是武之森的一个全景，还有，对，还要出，这个不想出，这个封神仙宫也是要出的，这四个房间，还有浪漫花园，那么还有一个是奇幻森林房子，我就是出这四样，那么音乐城堡就是不想出的说，好的，这是出这四样啊。看一下啊，好的，那么就这样子。新活动介绍的话，那个什么，我们来先搭配一下吧。我想穿上这个惊奇。我用这个巧克力配一下。哎呦，这，我用这巧克力配一下这个惊奇。那么我们就来扮一身猫装，对，这一身猫装。翻唱吗？翻唱什么呢？各种作品。哎，好了，这个坑挖了自己跳过去。我怕等你拉不下来。你这个搭倒没有用好吗？没有啊，我就是向着他们。啊，这个话题我们以一句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来结束。一二三，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。好，我们下一个话题。其实很多的女子天团都这样，就是在电视面前啊，好姐妹，一回到家就撕。对，其实我们俩私下不说话的。那你们呢？其实私下会不会？我们可以现场炸的，对，我们直接就说，开玩笑。就比如 Iris 的眼睛一笑起来就会没有了。对，我是眯眯眼，每次拍照都要让她整个保养一下，是这样的。说我们两个就。嘴都那么毒，回击那么厉害，啊，我觉得你们肯定很吐槽不是那么表面吧。我们三个女生比较高嘛 ，Grace 我还有 Aris， 然后他们俩就会吐槽我们三个腿很粗，拍照也很粗，也很难看，就会没有，我腿很细啊。还好，我开始吵起来了。我腿长了，还是没有什么营养，对不对？对，像我们攻击对方的时候都很，可能他私下问 Chris 吐槽 Aris 啊，他跟 Hannah 会吐槽 Lily， 可能是这样的小团体。对啊，你看他的假睫毛多假。对啊，化的妆好奇呀！我天哪，会不会搭配呀？你看他睫毛好浓，他说话好假。好心机，你看他今天上通告一定要站在最前面，你看，别人都是二郎腿，他一定要把腿竖起来。我们私底下就是这样的，真的，我觉得这样很有意思。那谁最邋遢？那我问，
就是可以互相吐槽一下，爆料一下，见到最对方最邋遢的时候什么样？汉娜，又是汉娜。我觉得是 T E， 我觉得是 T E。我跟他住一房间，他有时候累到晚上回去就直接不行，真的好邋遢，我受不了。而且他鞋很臭，我把他丢到房间外面，我受不了。真的是很臭，就大气。脸红了，脸红了。那你举一个，就你觉得其他最邋遢的成员。我已经不想说了，因为他是最邋遢，所以他无力吐槽别的。我觉得 OK 啦，外国人都早上洗澡啊，我觉得累了一天回到家，然后睡到第二天早上起来，然后精神。脚臭啊，他不是这样。天哪，你们真是好姐妹吗？这段真的要播。好，我跟编导好好求一下情，对，看看你们读心的份上。我听说你们是有发了一首歌，对不对？对，悲伤去虚伪，对，那么跟我们表现一下这首单曲，来两句。一起感情表演谎言欺骗，你往前走我转身后，再见哽住了咽喉。挺好的，有忘词吗？刚刚你听到了。就我比酸帅好了，就肯定比酸帅好，就你的好多了，你的偶像天团是酸帅。所以你们有抄袭人家吗？没有啊，这个作曲不是桑莎呀，为什么说抄袭、啊？我觉得音符就那些、啊。对啊，对啊，不要说人家抄袭啊！对，而且我们唱的，我们也没有对着干了。桑莎毕竟也是小女孩嘛，我们是很友好的，只能说我们是不同的风格。就不怕。对，如果有一天在路上见到，估计是。不会，我们太高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去要这样吗？点评一下他们唱的怎么样？唱好啊，不错啊，好假，你们嘛，就是肯定会有人喜欢这种风格的，对啊，萝卜青菜各有所爱。但唱功呢？你们觉得唱功？唱功也还可以吧，我觉得零零后对，毕竟年纪小已经很好了，对。所以说你们的风格，我觉得还比较偏韩国的女子团队一点，比如说少女时代啊。少女时代，所以说就是会往那个方向去发展。会想要，是值得我们学习，因为我其实觉得韩国的这种团体，他们也有一些是值得我们去借鉴的。但是我们会有一点自己的特色，对。但是他们都是流水线生产，就是去练习当练习生，然后每个人都有很硬的功底，所以说这方面您是有在私底下去加强嘛？毕竟前些年，我们每天就是没有通告的时候，每天都是在学习跳舞啊，学习声乐啊，学习很多东西。因为我们一开始是抱着玩的心态组成的这个组合，现在很多东西都要努力的去学习。对，有谈恋爱吗？几位？没有。其实说这么说，还真的没时间谈。因为我们都只喜欢的是TFBOYS。我觉得我们最爱的就是TFBOYS。给广大男生点机会嘛。现在最主要是想。